大家好，现在小葛20多天了，你看，现在是小六了。你看这个最胖的，抱出来，看一下。那个飞走了啊，我就是有点笨。哇，15斤了，好肥了你，你好胖了。你看，我现在认识我。还以为是他的妈妈，像奶盒跑出来，这条亏了，这条那边奶盒，叫那个木哥上来给你们喂奶哟。这个很牛活，这条，我们带着它出去玩一下，这条最牛活，喂，你看，现在。这个样子走路，他怕我吧？把这其他的小狗全部抱出来，啊，看他会不会中暑。不走了，来，你们一起。小狗好胖啊！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最胖的，就是你。最胖了，马上叫，他们都会走路了，不怎么喜欢走。叫什么？叫？肚子饿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松吧。说话，你看着我干嘛？看着我也没露齿啊，牙都还没长好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最小的这只，看，像他老爸的，好滑的。要给他起个名字，狗一、狗二、狗三、狗四、狗五。这个那么老实，举起手来，就这样子，动也不动一下。没事。我的尾巴。看镜头，看我干嘛？给你放轻一些，多好玩呢！看什么？排队排队排队啊，一家人要排得整整齐齐，别叫得那么惨行不行？哎，你老妈过来又以为我对你们做了什么。多晒一下太阳啊，给你们杀杀菌补补钙。叫什么叫？叫什么叫？叫什么叫？那你听，哥，对你们叫。哇，这个母的来了。好，他们要排队啊，排好队了啊，别叫了啊，别叫得那么惨啊。
嗯，听话了，叫他们不叫，他们就不叫。嗯，这两条比较灰，这三条都像他老妈。小狗，你就好乖哦，晚上就是小狗更乖了，就是。他们一起学狗叫，一起汪汪汪汪汪汪。来，你们亲嘴，这是亲嘴，来亲嘴，来你们两个亲。这样不假的。小狗，你们来跳舞啊！外面很热哦，不要晒了就中暑了，我把它抱到里面去。哎呦，够重。